朋友们，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生蚝。其实我早就想吃海鲜，想吃生蚝，想吃虾仁，但是大理这边卖的不多，很少见。也有，价格也不算太便宜吧。后来我就在网上买的，生蚝没几个钱，一会儿把它做了，我就想吃原汁原味的，就想吃生蚝原有的味道，就是现在吃都行，不用做了也行。有人说蒸15分钟，有人说蒸8分钟什么的，我也不蒸了。其实我也想吃那个蒜蓉的生蚝，但是蒜还得用油好像炸吧，还得放点辣椒什么的，我怕我弄不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简单粗暴一点，一会儿放锅里面煮个3分钟，咱就吃。别人怎么烧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把这个东西放锅里面。放一杯水，什么都不放了，盖上盖子。这个生蚝啊，在煮之前刷了多少遍了，上面一层像水草一样的东西。哇，开口了，这肉都出来，不能再煮了，再煮就老了。偷瞄一眼，哇，烫手。哎，都开口了，真好。这东西生的都能吃，生的还脆还鲜。稍微开锅就可以了，我这么想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。咱吃生蚝得用盆托，把它消灭光了，别的就不吃了。烫手。烧个菜，满头都是汗了，我就开吃了，朋友们，一盆生蚝，一瓶啤酒，啥也别说了，赶紧吃吧。烧的满头都是汗，我这地方光线特别的不好啊，这时候天也就是半黑天的样子。我先喝口啤酒吧，太热了。就是风花雪月，哎呀，别浪费了，这风花雪月算是高配的那个啤酒了。贵的，8块钱一瓶，哇！朋友们，这不是馋你们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很嫩很脆的，赶紧趁热尝一个。很嫩很鲜，还有点咸，海的味道。哎呀，好久没吃生蚝了，就想这一口。我想起来，这是不是什么痛风标配啊？吃海鲜，喝啤酒吗？还别说，这么做是对的啊。它原有的那种咸味儿，不用放什么盐了，啥也别放，就吃原汁原味儿，鲜脆。拨不开，心跳好不容易。我真叫一个肥美啊！真叫一个过瘾呢、啊！先挑好下手的啊！怎么都没开口啊？哎呀，这个开口了，肉掉下来了。大海的味道真鲜，我想这一口，真的想了有半个月了吧。找软柿子捏，找开口了，急死我了，够不上溜了。这个嘴呀、和手是流水线，这手得紧得动，嘴才能吃得上。赶紧赶紧的，受不了了，看看。还是挺肥的，虽然没那么大，但是挺肥，烫嘴啊！真鲜呐、
一口生蚝一口酒，我就闷头吃了，朋友们啊。吃完饭弄电瓶车兜一圈，看个风景。